㗎啦，呢啲係明朝嚟㗎，全部呢項刻啊，都係明朝㗎，即係利馬鬥之前啲人。世宗嘉靖間起嘅，嘉靖係啦，都坐底嘉靖十年，一五幾年咁上下到㗎啦，咁即係大概都五百年前到啦，差唔多。因為呢個咧係一個當時成個遠東地區啊，好有神學中心嘅。即係讀有神學博士啊、神學碩士啊，都係畢業。